我是在执行命令。你是说是我让你拆的？我说我在执行军统的命令，而并不是在执行你冯克章的命令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的命令就是军统下达的命令。不是，军统的命令是阻止这次行动，而并不是 刺杀谈判代表，这是谁说的？我说的。你是谁？冯处长这么快就把我的声音给忘了？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让你的人都下去了。是。 原来你们早就认识了，啊！失敬。冯处长，要不是您咄咄逼人，我也不会劳冯局长大驾呀。冯处长，如果我要不来，江一燕和这位小姐早就命赴黄泉了吧？哈哈，哎，江一燕啊！ 你这水还挺深呐！你拜的菩萨到底是哪位啊？和我一样，拜的都是戴老板这尊大菩萨。哦，哈哈哈哈，好好。戴局长急电，命上海特别行动队监视日方所派代表，查清中方代表身份及其背后势力。 切不可轻举妄动。是，冯处长。嗯，如果不是我提早通知了江组长的话，恐怕在这个时候你接到的应该是查处你的电报吧。哈，哎呀，托您的福了。<笑>局座还吩咐，千万不能让中统的人捷足先登。 中统也派人来了，当然。听说是一个叫卢占坤的人，你认识吗？认识啊，我们是黄埔同期啊，在南昌一起受训的。那你千万不要让你的同窗占得先机啊！放心吧，绝对不能。北去了。 走吧，走吧。 你帮我去找件衣服，我的衣服太扎眼了。
小典，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哥哥无时无刻不在记挂你，我四处打探你的消息。你还知道记挂我？从今天起，我跟你没有任何瓜葛，我不再是你的妹妹，我也没有你这样的哥哥。小典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如果妈妈知道的话，她会痛心的。你还跟我提妈妈？妈妈要是知道，当年的姚小舟，今天的大魔术师范小小是日本人的走狗，她死都不会瞑目。你一直都在恨我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范小小，你这个走狗！姐，你醒了。你怎么会晕倒在我的房间里啊？你还在演戏啊？刚才在你房间里的人到底是谁？我房间里的人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刚才出去吃东西，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你已经晕倒在地上了。说谎。秀丽，我最了解你了。你说谎的样子从来都不会变，就像现在这样。我说的是实话，你要是不相信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不说可以，但是我奉劝你，不要越走越远，回不了头，到时候连我也救不了你。小顺子，你周姐姐回来了吗？周姐姐倒是回来了，可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小顺子说的是真的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你赶紧把昨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。福部先生，急着找我来，有什么事吗？之前没有好好感谢苗先生的救命之恩，今天来，特此请苗先生吃个饭。福部先生，你醒了。这，
这里是在下的一个密室，你可以在这儿安心的疗伤。不过，你放心，至于我嘛，说出来可能会吓你一跳，我叫苗天魁。苗天魁，哈哈，服部先生太客气了，举手之劳而已，不必挂齿。救命之恩怎么能是小事呢？而且我有事情向苗先生请教。请教不敢，只要苗某知道的，当知无不答。苗先生，请问如何能找到周正雅？我是周正雅的养父。福部先生，你不必紧张，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救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救我？钱也正心杀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周正雅的哥哥，亲哥哥。这个问题吗？怎么，苗先生有难处？福部先生，你真的是找对人了。那就太好了。没想到范小小竟然是小典的哥哥。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去戏院啊。周小姐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千万不能告诉第二个人，哪怕是你最亲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关系到中日战争的形势，国家的命运，不能不防啊。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。我是陪小典去的，哪知道他是去……明白了，他是想去看他失散多年的亲哥哥，不料却碰上这档子事儿。别说了，说了就难过。开门，给我开门，放我出去。哎，都喊了一宿了，这妞的精神可真大。放我出去，听见没有？自己不休息，害得我们也遭殃。听见没有？外面有没有人呢？喂，哎，你聋了？你说什么？你真聋了？咦，死胖子，开门啊，你有招也不跟哥们吱一声啊你！开门！哎呀，吵什么？范先生，范先生，小姐一夜没睡？这可不都叫唤了一宿了吗？小姐，我最后一次跟你说，我不会放你出去的。而且我也不允许你和那些危险分子搞在一起。狗汉奸，你别跟我说话。哼，狗汉奸！我要出去一趟，你们谁受累跟我一块儿去。不错，走。给我开门，我要出去！快点开门呐！好不容易清净会儿，又开始了。是你告诉福部弘毅周正雅住哪的？陈小姐，你是希望我告诉他呢，还是不告诉他？
好戏就要开始了。小姐，你别再叫了，再叫出人命了。那你放我出去啊？压根儿没这可能。那这样，我给你一根金条，你放我出去。那我也办不到。那你想要什么？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种假设是建立在悖论的基础上的。要我放你出去，这种概率小于等于零。啊，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呀？大学教数学的。那怎么现在不干了？打仗了。学校散了，我们也失业了。你说说你，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，非得给人当总统？那是因为……哎，你有完没完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想这个门出去，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你即使出了这个门，外面还有便衣、警卫层层把守，你是出不去的。我就得出去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！姑奶奶，姑奶奶，别闹了，啊，行吗？那你放我出去。真的不能出去。我想吃东西。我给你叫外卖。我不，我要出去吃。别给我来这一套。我又不上街吃，我去酒店吃。你刚才都说了，街上那么多便衣警察的，你派个人跟着我不就完了吗？这个嘛，我叫来。我别，我请示一下，我给你请示一下。小姑娘冲撞我不只是一两次了，让她来。既然湘军这么说，叫她来，请。来，姐，熊大姐，奶奶说家里的柴火没有了，晚饭可能做不了，怎么办呀？小顺子，让奶奶不要做了。正雅，要不咱们出去吃吧？我什么都吃不下。那也不能什么都不吃啊。那要不这样吧，我去三鲜居买些包子和粥，给带回来，你们也不用动弹了。好，那辛苦你了，小顺子。小顺子，谢谢你。没事，我去了。石佩霞，想吃什么就点什么，不过我提醒你，不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。让我跟这种人吃饭，没吃就吐了。小点，
你怎么？我去那边吃。说吧，人呢？正在三星居买吃的，我看八成是想打包回家，买了不少。好，看来他们不是一个人吃啊，好好跟着他们，别露了马脚。是。传令下去，谁杀了周润雅，我连胜他三级。是。一个神户牛肉，一个波士顿龙虾，好。一个松露烤羊排，一个烤鹅肝，再要半斤鱼子酱。嗯，好。你干什么呀？又不是你买单。吃死你吧。什么？吃你的吧。小姐，请问您要什么酒？我们这儿有25年的拉菲。我要30年的茅台。嗯，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我们家的白葡萄酒，跟羊排特别配。我说茅台就是茅台。嗯，好好好，那就茅台。回去告诉他，把事情办好，我回去给他请功。你去吧。什么好消息？将军这么高兴？郑雅，你怎么了？你要是困了，就先上床躺会儿吧。我没事儿。你昨天一夜没睡，你还是先去睡会儿吧。等一会儿小顺子回来了，我再叫你吃饭。哎，老板，这萝卜怎么卖啊？小姐，您慢用。我都听到了。什么？咽口水的声音。你
服务员，你这牛排不对呀。啊，怎么了？我要的是五成熟的，这是五成熟的吗？小姐，这就是五成熟的呀。你自己看，什么叫五成熟的？那是要带血的呀，英文叫 bloody， 你懂不懂啊？哦，明白明白，这就给您换。要是没有血啊，我都不好意思给您端上来。拿走拿走拿走。小姐，怎么了，郑雅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怎么这么一会儿就会做梦啊？是不是梦见小点了？哎，没事儿，梦都是反的。小点这小丫头命可大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是刚打仗的时候，满天都是日本人的飞机，那炸弹就像下饺子一样，旁边的人都被炸飞了。这小丫头呢，愣是像金刚护体了一样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哎，那炸弹就在那门口那儿炸开，我当时都吓傻了，这么近的距离他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后来呢？后来我们就躲在一个防空洞里面，我当时啊身上有好几个包子，你猜怎么着？人家就过来吃了，我们就认识了。他就这样被几个包子给收买了。我还用了几个包子呢，你呢？什么都没有，他还不是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啊？说到包子，我肚子好饿呀，这小顺子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肯定是碰到什么朋友出去玩去了吧？没事，再等等吧。救我！救命啊！奶奶，你没事吧？不小心滑了一下。没事，没事。哎，算了，奶奶，别捡了，东西都脏了。那我再去买点儿哈。奶奶，你要保重啊，小顺子我可能活不过今天了。活了！你干嘛抓我孙子？老人家，跟我来。吃饱了，撑死我了。好了，吃饱了，小姐跟我回房间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你又怎么了？我肚子疼。肯定是刚才那个牛排不新鲜，啊！哎，追，追，快追，快上，快快上追！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要上厕所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追追，快快快追追快！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帅哥，变态。
小顺子，你奶奶跟我在一起，难道你就这样抛下她不管了吗？小顺子。你要是男人有什么就冲我来，放了我奶奶。小顺子，看来你是不想合作了，给我打！啊！别对我奶奶动手！再打！啊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我求求你们别打了！我什么都告诉你们，我什么都说，我求求你们了！给我站起来！你个没骨气的东西！你要敢说！我就不认你这个孙子。奶奶，老人家，你话太多了，给我撬掉他的牙。奶奶，住手。奶奶，放了他们。周小姐，你终于肯出现了。你不是想抓我吗？既然人都来了，你还不快把他们都放了？姐姐，对不起。小顺子，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，是姐连累了你。福不弘毅，你还不放人？你们日本人不是号称自己是武士吗？我看只是敢欺负老幼的懦夫。好啊，男的。这不是女厕所吗？看什么呀？孩子挂错了，这本来就是男厕所。不是，你看你这还小便池呢。喂喂，哎，别打了！哎呀，别打了！哎呀，好了，走。老人家，
刚才多有得罪，现在可以走了。啊！奶奶！奶奶！奶奶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不要啊！奶奶！快快，走走走！等一下，走。转过身来。严公子，这么急急忙忙的跑了，是不是忘了买单啊？新夏君真会开玩笑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你身旁这位小姐是谁啊？啊，这是我昨天夜来香新认识的五小姐。哎，不瞒你说，刚开完房，正准备回家呢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奇怪了。咱们的姚小姐怎么改行当舞女了呀？奶奶也不能死啊！奶奶，奶奶你醒醒！福不红衣，你就是个畜生，畜生都不如！骂，尽情的骂，有什么话尽管说，也许这就是你们最后的遗言了。你开枪吧，开呀！还等什么呢你？我特别享受这一刻。你说人在临死之前在想什么呢？我呸！你死的时候不就知道了吗？不容易啊，多少次，多少次你从我的枪口下溜走，想想我都不甘啊。今天我福不弘毅得偿所愿，今天再也不会有奇迹发生了，因为前野正信救不了你了。前野正信，他为什么要救我？你还不知道啊？我也一直想知道答案。好，今天我就发发善心，让你死个明白。严公子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上次在戏院你就逃过一劫，这次没那么幸运了。姚小姐，快走！严公子，严公子！严公子，真是好感人呐！没想到一个花花公子，你醒醒，也这么痴情啊！你给我住口！姚小姐，走吧，你哥哥还在上面等着呢。严公子，你醒醒啊！严公子，你为什么放我走？在你眼里，我是个汉奸。可在我眼里，你还是我的亲人，赶紧走，走啊！周小姐，你还记得你有一个哥哥吗？哥哥，周小姐，你是不是有一位哥哥？哥哥，怎么会？我没有哥哥。那刚才在昏迷中一直喊哥哥，哥哥。难道千野正信是我的哥哥？什么？废物！一个小女孩都看不住，从你们眼皮底下逃走了，你让我如何向范先生交代？要不是严公子，你还找借口？
将军，也怪我的手下无能，怨不得井下中尉。范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加派人手去寻找令妹，一定完璧归赵。